199台湾好行。基隆市政府官销处代理处长郭宪平跟公车处长杨华忠，与观光署北关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长陈玉川，悠游卡公司董事长林志颖等人共同行销台湾好行滨海奇迹线。市府这次特别跟拥有超过150万粉丝的皇阿玛的后宫生活联名合作，推出了4款优惠套票，也将皇阿玛及7位人气角色搬到台湾好行公车上，相当吸睛。那这次我们规划的有4个流程，那除了说从串联西岸跟东岸以外，我们也把我们的所有的厂商也联合进来。那所以说今年我们大概增加了几个新的一个景点，从这个仙洞岩佛手洞到阳明艺术馆，那接着串联到我们的和平岛地质公园，再到海科馆。我们今年呢特别推出4款套票，那最高优惠有65折，那目前在凤凰旅游网还有太阳网上面可以购买，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跟KKday 还有易游网这边来洽谈哦，那总共会有更多的通路可以买到我们台湾好行的套票。那今年最特别的是我们有跟皇阿玛这边合作，把皇阿玛还有他7个人气角色搬到我们台湾好行的车上，那欢迎大家来搭乘。4款套票内容结合了多家基隆在地伴手礼跟咖啡店家，还有知名的观光景点优惠，也结合悠游卡公司和平岛地质公园推动减碳旅游行动服务。好，那我为什么要提到永续旅游这个部分，绿色旅游目的地这个部分，就是其实跟今天基隆市政府在公车处这个杨处长的这个协助之下，能够让这个公车能够直接开到低碳的这个部分，大众运输开到和平岛的这个门口。和平岛我有信心呐，因为黄董呢在我们在这个方面，在观光署的整个 OT 里面，他是算是做得非常成功的一个业界。再加上所有沿线上面的伙伴们的这个努力，让我们把这一个名气把它带起来。希望 T99 真的它变成是怎么样，叫做99能够运行。台湾好行，赞！市府感谢各单位与店家业者共同支持，也邀请民众搭乘台湾好行滨海奇迹线，在基隆来一趟低碳旅游，轻松的吃喝玩乐。记者黄日升、陈淑平，基隆报道。